御厨方式有多种多样，如一暖炕御厨，在北方家庭普通暖炕上，用保温较好的材料围成若干围栏，高20到30厘米即可御厨。非冬季，也可在纸板箱等简陋箱内饲养。二，伞形变热御厨器御厨，御厨伞直径不限，伞用木板等制成，形状似雨伞。伞内装有热源，如灯泡，床上用电热毯。伞的四周用活动围栏围起，可缩小扩大范围。温室御厨，此法适用于大型种纯厂，建一个暖房专门加温御厨。